哎，你多亏停了，你看我都哭了。哎呀，对，你要不再停的话，我一会儿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哎，这个声音没有抵抗力，它一下子会沁到人的心坎里。是啊，这个就是二胡为什么它是最能表达的这种是拨动心弦，因为用了丝，丝主心，木主肝，土主脾，金主肺，宫山绝徵与心肝脾肺肾，金木水火土。哇，乐器与中医的关系。对，快乐的乐就是音乐的乐。哦，所以音乐的乐与繁体字一加草就是药。所以您看方老师，原来我是卖药的，拨动心弦。